半自动糊香机系列。半自动糊香机系列是我公司经过多年客户使用经验与反馈建议，加上我公司工程技术人员经验技术积累，连续推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和多项专利技术五个系列的半自动糊香机，充分利用机械的高效率和人工操作的完美质量来满足各种客户不同的使用要求。一、占地少，换单灵活，使用方便，能给客户节省人工费用。二、高速磨边，保证粘浆牢固。你是否经常为粘浆开胶被退货而头痛？三、胶筒糊胶均匀，不溢胶。四、喷胶功能可以做各种形状复杂的纸盒，双片粘接纸箱，四角粘天地盖盒，粘底盒等均可上机生产。五、做自动机达不到质量要求的硬型纸盒纸箱，开封纸盒，特别厚纸盒。六、速度快，效率高，糊香流水线式操作，将适合机械做的工作由机械来完成，纠正瓦楞纸箱歪斜工作人来完成，既好管理又保证糊香精度。七、不需经验，操作简单，新招的人简单培训即可上机操作。八、投资小，折旧少，故障少，占地少，无任何风险，实用就是硬道理。我厂设备以重实用为原则设计和生产，电器、皮带等关键部件均为进口，使机械经济耐用。九、JWD 系列多工位糊香机适用范围广，适合异性纸箱客户，产量多，自动机不能生产或达不到要求的客户。十、JWY 压合式糊香机，结构紧凑，操作灵活，节省空间，方便客户中小批量产品。十一、JWG 钩底糊香机，能够将钩底纸箱由机器预折成型，然后再由人工整理，保证粘口精度，解决纸盒自动机粘口不正的难题。